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装修佬。一般传统的拉扯工具又怎可以跟 QT 的 PD5 雷射尺相比呢？这一把嘢出名是坚固耐用且 fashion 的 design， 还有它非常简单操作的一制就走工艺。我现在就立刻跟大家去示范一下。嗱，揿一下就度一个距离，呢一个咧就系点对点功能啦。揿实佢咧就系连续测佢模式，佢会不断咁同你去攞数字，就好似你拎住把拉尺咁样样，好犀利噶。如果你要对住几十米外嘅物件连续不断咁攞数，呢一个功能真系帮到你好大嘅忙。QT PD5 雷射尺本身是市场上其中一款最轻巧最小的雷射尺，不过你们不要看它小就以为它度得不远，它有成100米的测量距离，市场上同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30至50米，所以它真的很长距离，不过长距离你又不要以为它不准，虽然有100米，不过它的误差值只有 1.5mm 正负，所以它是很准的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是 IP5 的防水，在工地范围有尘有水也不妨碍它的工作。最后它有两组的记忆数字，这两组的记忆数字可以方便你们做记录的。专业的装修顾问，专业的度尺工具，我现在去度尺了。